三天的大地震、海啸，那只有肯定，让我们决定一定要去极乐世界了。啊，就不要再有第二个念头了。啊，千万不要再想，想我还要还要怎么样？如果你今如果今生不了脱生死，不断生死轮回，你不小心跑去天上，现在是居士哈，很多人是会升天。 啊，修福报修很大，啊，升天那就辛苦了。我劝你不要升天，你最好是要去极乐世界。啊，一升天福报想完又掉下来，啊，掉下来又正好我做的世又越来越浊，啊，你又正好正好去搭上这个更末法时代越来越严重的这个这个世界，所以。 趁啊，大家一定要趁这个时候，我们还有能够念这六字洪明，六字洪明的时候，就赶快啊，时时刻刻的把它念在心，里，做事也念，走路也念，啊，要有那种好、啊，今生不断生死轮回，那就是真的白来的这份心啊。 你看那个海啸来哈，海啸比地震可怕。你，你地震哦，那个那个那个房子哈，你房子还没有那么那么，你坚固一点，房子还好好在那里。那海啸来是全毁，没有得跑的，那是全毁。你根本，你那海啸的那个警报哈，你只有几分钟后海啸来了，好多少分钟后海啸来了。 你能够把电视机搬走吗？你能够把房子搬走吗？你能够赶快东找西找，你到底东西放在哪？赶快全部搬走吗？不容易的，没有办法那么快。你全部就得眼睁睁看到你一生的心血就这么没有了，一辈子的薪水就没有了啊！你一个人又能能够一般的人能够有几栋房子啊？ 现在奢侈税又要扣奢侈税了。<laughs> 那一个人，你看一生当中你要有几个房子？那个你能够有一栋房子，就是你一辈子的心血呢。那您看这个五桌是三界火灾，多么的脆弱，多么脆弱啊！啊，时间一到哈、啊，就很多东西就毁掉了，无常。 我们来看，欲学佛道以脱凡俗。我们学这个佛道，就是要脱凡俗，脱凡啊，能够超俗。所以这这四句话就让我们脱离凡俗。如果你不注重这四句，多伦尽分，行邪存诚，做莫做众善奉行。 你就好像没有根的木头，你还希望哎没有根的树木，你希望它茂盛；没有翅膀的鸟，你希望它高飞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我们真为生死底下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，以生心愿来念佛的话，薄地凡夫想要现身来极了生死的话， 若不依此四句，则成无因而欲得果。你没有因，你怎么有果呢？啊，没有种这个因，而希望有收获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将这个啊这四句话，要赶快通声喝旦起来。这样子决定可以进深入到，啊，可以往生进入到圣贤的。 这个世界，好，能够到极乐世界，好，好，我们来看下面，人生世间具足八苦，众生天上难免五衰，为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金云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。 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人命无常，数如电光。大限到来，各不相顾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于此犹不心悟，力修净业，则与木石无情，同一生长于天地之间矣。有学心汉子，岂肯生作走漏行尸，死与草木同腐？ 高推圣境，自处凡愚；欲大精策而不奋法，问圣贤佛祖之道而不肯行，是天负人也，亦人负天也。这一段我们现在是感受更深了。啊，有八苦，人生有八苦，人呢本身有八苦，天上有五衰。 五衰象限，就是那个天人要往生的时候，会有五个线、五个状况会产生，就是身体开始慢慢臭了，那头上的花冠哈，就慢慢的就是要卸下来了。那个天人头上是有个花的冠，就是皇冠的冠哈。那么天人要往生的时候，这花冠就慢慢没有了，衣服就越来越不好看了。 身体越来越臭了，就五衰相现。好，所以你升到天上也一样，难免无常。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痛苦，只有诸乐。这个诸乐是殊胜之乐，不是一般凡间之乐，不是无常的乐，啊，不是我们这个五浊恶世种的。好，那么三界无安，三界无安犹如火灾，啊。 这一下子什么都摧摧毁掉。我们这个三界，这三界，我们经过一大劫，一个大劫，六十四大劫就毁到六十四大劫一个循环就毁到三禅天，好，就是火烧出禅，啊，水淹二禅，风吹三禅，连天上都会毁掉。 你看那个水灾哦，会淹到天上去的。劫末的时候，这个大节啊，我们每一大节到最后的时候，水灾是会淹到天上，火灾也会烧到天上去。那是整个整那个那个整个须弥山就整个毁掉，好，所以连玉皇大帝的地方也没有了，好也没有了，四帝还阴啊，那个、地方也没有了，只剩下。 哪里没有毁掉？四禅天，只有四禅天，四禅天还安稳。好，四禅天没有受到这个劫末之火啊所烧到毁掉，它是没有，还很安稳。可是四禅天虽安稳，没有解脱，那他的福报享尽了，禅定一落掉下来，那就还会到四禅天吗？很难哦。 要一个人要能够定力到四禅天是不容易的事情，那么四禅天也没有解脱啊，它还是会掉下来呀、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呢要能够懂得这个三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没有安全的地方，好，它是像火灾一样是痛苦充满的，很恐怖的地方。大限到来。 谁也顾不了谁了。啊，今天有那个新闻哦，那海边哈、哦，日本那个海边又飘上海滩上，好，就是那个海啸啊，把人卷到海里去，然后海那个尸体浮起来，又飘到海边，然后整片海边有上千具尸体，哦，那个这个很恐怖，很恐怖。 然后呢？那个核电厂又有一个炉啊，核电厂的那个反应炉又熔啊，又熔毁掉。所以大家大限到来，各不相顾，谁顾谁？跑哈、哦，来不及跑啊，很多东西没有办法顾得了。你看往生的人。 每一个人在前一刻都还在计划未来要做什么，认真的计划，认真的电脑，啊，在在在啊，在传达很多的啊互动啊事业要赚钱啊，然后感情啊，然后家庭都很多的互动，但是大限到来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这些互动都成空了。 所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今天我在开车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无常的感觉很深，真的很深啊。我们这个真的一切都是梦幻，啊，梦幻。你看看，要我现在，我们现在有这个体力时间讲课。 我现大家还有一个福报在这里听课，那这也是一刹那就过去的呢。但是有智慧的人，他就把握这一刹那，互互相修福修慧，赶快把自己好认真的掌握这句佛号，求生极乐世界。有智慧的，可是没有智慧的，你还是晃，还是悠悠泛泛这一生，重点三根福的因缘又往生到下一辈子去，又又轮回生死。 所以底下由于此犹不心悟，如果不赶快心悟，心就是清醒的意思，好，又不赶快清醒，立修静也。这个时候没有其他法门让我们迅速解脱，没有了。好，这时候则与木实无情，同一生长于天地之间矣。 如果我们不赶快醒悟，那我们跟草木一样，啊、哦，完全没智慧了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呢就要赶快要警策，要奋发，啊、哦，闻圣贤佛祖之道，要赶快去行，不要辜负我们现在的好姻缘。好、哦，好，我们翻过来一百二十页。 好，一百二十页中间，啊。一句佛号包括一大藏教，庆无不敬，通中通教之人，方能做真念佛人。好走，我们看到这里，这句佛号，他就你看，法界藏身阿弥陀佛，这句佛号。 他就所有的三藏，所有的教法都包括进去了，尽无不尽，每一种教法都包括进去了，不管禅、密啊、空中有中啊，哪一个中都包括进去所有的角度的概念都有，你所有的智慧跟慈悲，佛陀心中的所有的智慧都有。 所以，真正的通中通教之人，大根大气之人，他才能够做真念佛人。这句话很重要。上次有一个老菩萨哈，打电话给我，啊，这个老菩萨很特别，我所有老菩萨里面就是他最特殊的。啊，他电话跟我谈经论哦，天南地北谈哦。 哦，他这个经论还真的算是很深入，他可以谈禅宗谈到很深的禅禅宗去，他可以谈净土，可以谈到好多去啊，然后还可以谈空中谈有中，还可以谈华严。哦，这个老菩萨，因为他从年轻就学佛，学到现在已经啊、呃、七八十岁了，好，而且他很有学问，很有学问。 每次电话一来，就是他不谈别的，啊，就是谈教理。可是很奇怪，他知道要念佛，没有认真死心去念，他就一直在禅里面在来钻。那我就跟他讲，结果后来我讲了一句话，他很认真用心的接受了。我是跟他说。 大根大气之人，你才更会去念佛。哦，他一听，整个就啊，整个心就真的开始念佛了呵呵。他就真的愿意，他就愿意再跟我再再认真再谈念佛了。啊，你看，通通通中通教之人哈、哦，你方能做真念佛人。 通宗啊，我们讲宗哈、哦，啊，就是宗门教下，这是一个名称。宗门呢，通常就讲禅宗；教下呢，讲啊，就是讲我们显教啊，一般讲这样。那么通宗通教的人，整个通达大根大气之人，你才能够真的了解这句佛号多重要、啊，这句佛号多殊胜。 这句话佛号是多么的直接，啊，那是诸佛不萨的最高深、最方便、最直接之法，它是无上之密法，也是无上之禅，哈。我现在讲的这个都是祖师说的哈、啊，不是我说的，我只是传达祖师们他们真的体会出来的话、啊，而我也。 非常的认同，好，好，我们看下面。而一无所知、一无所能之人，但只口会说话，亦可为真念佛人。去此两种，则真不真，皆在自己努力依教于佛耳。好，这一段哈。是很好的一段。 他说：“大根大气之人才是念佛真念佛人，然后呢，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人，只口会说话，啊，也是真念佛人，就是呢，他只会念佛，然后呢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知道。”前天在西瓦堂有两位法师。 来我那边跟我讨论经教，一位法师他跟我发问说呢：净土法门要去极乐世界恐怕不容易，那要一念之净心，我们心又不静，你这样去也是不容易的。我马上就跟他，他说要一念不生不灭的清净心才能够去极乐世界。 我马上就跟他否定掉了。假设你要那么清净之心，那个一不生不灭的这种清净心，你才能去极乐世界。那一大堆人，那佛陀的这个愿就不用发了，阿弥陀佛的愿就不用发了。他是为广大是所有的众生，只要愿意念佛，他就可接应那大部分人都是生灭心 他关键就在这个诚自诚心，关键就是在于我要放下这世间的，不要去管它了。我就是要去极乐世界，我有多少的业，多少的业障，我也不管了。我就是这句佛号念好，相信阿弥陀佛就是会带我去。这一念自诚恳切。 恳切一定要去，然后非常的相信这句佛号。我现在指的是一般的迷信的人哈，即使迷信都可去哦，啊，即使迷信哦，一样还是可去。他就是我，就是要去，就是相信阿弥陀佛。你看一般的，我们不是常看到有一些那个观音菩萨感应路嘛？观音菩萨，我们不用讲阿弥陀佛。 观音菩萨感应他就有很多那些老菩萨、老菩萨，他只只拜观音，拿香拜拜，他也不懂教理，他就在很多时候就是观音菩萨来救他，来接他，哦，来带他。你看，这个是连观音菩萨都会啊、哦，都都能够这样啊、哦，一个迷信。 完全不懂教理者，都可以受到菩萨的这种啊照顾，何况阿弥陀佛呢？何况阿弥陀佛呢？所以，我们平常就是自成恳切念。我们有时间、有精力，我们就在教理上再多深入，没有关系。可是呢，我们也要懂得，即使我们只是这一句佛号。 老老实实念，什么都不懂，一样是可取。但是这个意思大家不要错觉哦，不是叫我们只念佛什么都不管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意思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意思是说，就算只念佛，一样还是可取。你什么都不懂，一无所知，你只是懵懵按脸啊傻傻的念，你一样就是可以去，可以，只要你愿意。 信愿具足。如果这两种人大根大气之人，以及自为愚钝之人，这两种人，这这两种真念佛人是啊，两个极端，都是真念的佛人。那么处在这两个中间呢，真不真？那就要看自己努力了。 你是是不是能够做真念佛人，还是不真念佛人？那就要看你自己的努力了。啊，是不是是不是真能够深入在经教里，依着阿弥陀佛的啊所发的愿而去行，依着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而去行。所以，我非常相信这个善导大师讲哈，这个。 如来所以新出世，为说弥陀本愿海。好，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之所以在今生人寿一百岁的时候，五浊恶世、大家业障这么重的地方来讲说教法，他最终的本怀就是要讲弥陀之法。 不然，你看大家业障这么重，你其他的法得高根器呢，啊，门槛也很高诶。有人跟我说，我师傅、啊、我要去弥勒净土，啊，我当然不反对了。可是弥勒净土，你们知道门槛有多高吗？那是天人的大福报了，你还得要有佛，还得要有善根，那个佛的善根的根气，你才能感召到,到弥勒的内院。 弥勒有分内院外院呢，外院是很享乐的地方，内院是一个比较清净，因为有弥有弥勒菩萨在那里主持。可是你要有很高的根基跟大福报，你才有办法进入这个门槛呢。根基就善根，对佛法的信心，你才能进入到内院。那你福报是你得有天人的福报，你有才能有办法去，你得自己的力量去。 不是佛陀的加持，不是阿弥陀佛的加持，你得自己去。可是弥陀的愿力不一样，你不不是自己去，你是得给佛陀给啊带去，给阿弥陀佛，一阿弥陀佛的加持力，直接到极乐世界，就脱离生死轮回。好，这个差别很大哈，这个真的差别。所以我们那个。 那个佛中之王啊，光中极尊阿弥陀佛。我每次念那个两个发愿文哈，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发愿文，跟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这个发愿文，这两者不同的发愿文，我都很喜欢念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，我个人很喜欢念这一段，好，常常念这一段。 可是这个要真能够去，真能够去体会到，这个是不容易的，好。所以，你这个净土法门是男性。非常难相信的法门，好，非常难相信。这个我相信，的确真的是这样。好,好，我们来看。 好，一百二十一页第四行这一段很重要。我们来看这一段是在描述一个人皇后觉之现象。皇后觉是一个人，那我先大概讲一下，他呢是在世的时候非常认真的一个居士，行持各方面看起来都很诚心。 啊，做善事也很广，可是临终的时候却现出一个很特，呃，临终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讲话，临终前话讲不出来，而且听到念佛声的时候，他会很生气，叫人家不要念佛。他在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，那个现前很恐怖，他。 自己整个人哈、啊、没办法说话，然后又要人家不要念佛啊，人家一念佛，他就好会现出一个很很愤怒的相。好，这个呢是皇后觉这个人。那么现在呢，别人呢写这封信请示印光大师，印光大师就来回复这一封。 这封其实它代表了许多类似这样子的人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是我有时候我就会看到这样子的人，尤其老参的，哈，老参的，就是学佛很久了，哈，他是代表着一个学佛很久，可是往生的时候却很讨厌听到佛佛的佛号，很讨厌听到佛号， 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，皇后觉之现象，普与学佛之人有大利益。就是说，他这个现象对学佛人哦，有个很大的提醒，很大的利益。无论彼之究竟是往生是堕落，且不必论。啊，这个不管对方他是真的往生还是堕落，我们呢都不要去想了。 果念佛人知彼临终之现象，绝不敢浮有从事于了生死一法也。就说，如果你果真是念佛人，看到他临终献出了这个相貌，你就真的不敢泛泛的念佛，你真的就不敢去，你就真的要认真看待我们自己是不是真心念佛，还是假心念佛。 还是随便念念好，还是为了名在念？有些人是为了名啊，啊，为了名啊，好啊，做很多的啊大事，那个大善事或是啊共修各方面，有些居士他不是真心要念佛，他有一些啊是跟名有关系，所以这时候他会提醒我们，我们。 绝对不敢浮游从事，浮游从事，我们不敢对这个自己的念佛啊，要就是随便念念的，我们不敢随便念念的。我们真的要认真念的，这样子的话，临终才不会像他这个样子。啊，观彼之行迹，似乎自成，就是看到皇后觉他的行迹在世的时候。 他所做的所作所为，似乎很自诚，似乎本身是很诚很诚恳。观彼临终所现之景象，还临终所现的这样子的一个相貌，好，盖平日未曾认真从心地上用功，并从前或有奸于财而致人丧命，或奸于言而致人丧命。 等业之所至也，就是我们看他临终的现象，那一定是他平日没有从认真从心地上去认真用心念佛。那有可能呢，从前过去，他因为贪财的关系而自人丧命，有可能，也有可能在言辞上尖于言。 就是言辞上没有协助到人家，吝啬于讲出帮助人的话，而让人丧命，等等这些业所造成的。这个小字里面哈、哦，有提到“监狱员的意思。好，我们来看小字，“监狱员，自能丧命者，如自知有寇。”他举个例子，“自知有寇。” 病之可避之处，以心无慈悲，乐人得祸，故不肯说。就是说，你知道这条路上有强盗，那你又不不告诉人家避开，你还是让他去，让他进入危险，啊，以心无慈悲而啊乐人得祸，那这样的话就害人。 那么此事此性即犯天地鬼神之怒，好，你明知道走过去是个陷阱，是个危险，你还让还不给他建议，好，还不劝他避开，这是非常犯天地鬼神的忌讳。所以呢，故至临终前不能言，而且恶闻念佛等相，所以呢，导致皇后觉呢。 临终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言说，而且呢，还恶闻念佛，难以现一时不死之相，即助念人去，未久则死。此与兼财兼言误人性命完全相同。就是说，因为皇后觉她临终前。 重病一直死不了，好，就是一直病，一直拖拖，越拖越久，所以以现一时不死之相，直到他越来越严重了，这时候助念的人去了，在旁边认真帮他念，他才慢慢的往生了。好，意思是你要靠助念人的力量。 来让他的业障消除，然后慢慢我，然后不久他就往生了，就不会拖，啊，不会拖时间。此与兼财兼言物人性命是完全相同的，就是啊，印王大师他提说啊，说这个呢跟兼于财兼于言而物人性命这个果报是一样的啊，是符合的。 虽不堕恶鬼，而其气氛乃是恶鬼之气氛。虽然他没有堕到恶鬼道，虽然即使没堕恶鬼道，那么他身心的气氛就是我们一般说话讲就磁场身心的磁场好，那么就是恶鬼之气氛。难比或由自己心中忏悔，或由诸人及儿女之诚恳，遂得减轻。 不至直堕恶鬼耳。然而，对方啊，或可能自己心中有忏悔，或是由其他人，包括儿女来帮他诚恳啊的念佛，而让他减轻，好，而让他不至于直接堕落到恶鬼道。 为今之计，必须其儿女先来讲。现在要怎么办呢？为今之计，就是要他的儿女。好，翻过来一百二十二页，并各眷属，念彼之苦，同发自利利人之心，为彼念佛。这时候呢，你的儿女以及各个眷属，你要大家要啊，能够感同身受他的苦。 要发自利利人的心，来帮他念佛，然后呢，求佛垂慈接引往生。我们要儿女们要至诚恳切的求阿弥陀佛的慈悲，能够接引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，这诚恳果道往生即可预断。如果非常诚恳的话。 如果真的达到非常诚恳的话，那么往生还是有可能的啊，往生还是可以的。与父子天性相关，佛心有感即应。为什么这样可以呢？因为父子的天性相关，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我们那个往生的时候，很多人他请那个请别人去诵经。 如果小孩子没有一起送，那个其实帮助不大，帮助不会太大。小孩子要一起送，因为小孩子是最重要的。小孩子跟父母亲哈，他是他是直接的血缘关系，血缘关系是至亲的关系。这时候那种小孩子跟佛陀求哈，至心的念佛，希望能够接引父亲到极乐世界。这时候呢，那个感应是很强的。 比较好，比较会感应，好，因为父子天性相关。比眷属若泛泛悠悠从事，则便难以消业障而蒙见也。如果对方，如果这个眷属们、儿女啊，以及亲戚啊、眷属，如果对这个事情悠悠泛泛啊，就是啊。 这样就这样了，他也没那么积极，求阿弥陀佛接引他，没有积极帮他诵经、忏悔、念佛，那么就难以消业障而蒙阿弥陀佛的接应。此时是什么呢？下面哈，千钧一发，关系极重，这时候是最关键的时候，临终的时候最关键，这千万不能马虎掉，临终的时候非常关键。 好，是关系极重。凡念佛人，各需务实，克己习气，与人方便。凡可说者，虽与我有仇，应须未说，令其趋吉而避凶，离苦而得乐。虽与我有仇，应须未说。就说这时候，你凡是所有念佛人，你赶快要很务实的。 克制自己的习气，赶快要给人家方便，帮他念佛，帮他求。虽然可能对方这个人跟你有仇，你也不要管这个仇了，这仇、个、不重要了。你要让他趋吉避凶，离苦得乐，这样才重要。所以赶快帮他念佛，帮他求，帮他求生到极乐世界。好。 平时坎坎凿凿，与人说因果报应、生死轮回，并念佛了生死之道。好，与教儿女立太平之基，心如悬子，与无魔灵，居心可以知鬼神，做事绝不昧天理。若到临终，绝无此种可怜可悯之险象。 如是者，皇后觉便是诸人之接引导师也。这里呢，就讲如果我们平时啊，侃侃早早就是侃侃而谈，很诚心的谈，平时真诚的谈，跟人说因果报应的故事，我不是为名为利而跟你讲，我是真的希望你能念佛，跟你讲。 我真的希望大家了解因果报应，而跟你讲，而讲说，我不是为民讲说，我不是为了面子讲说，我不是为了人家说我是修行人而讲说，我是真的真诚，希望别人了解因果，以这样真诚心劝人念佛了生死，然后教儿女啊立太平之基啊，那我们要教小朋友，让他。 能够学佛念佛，而让他往后能够电力太平，不会堕落，啊，就这一生啊，至少不堕落。好，如果他能儿女也能求生极乐世界，当然是最好了。啊，但是跟他讲说因果，至少让儿女立太平之基，往后，啊啊，能够能天确保能天。 心要像弦一样的直，语呢？我们讲出来的语不要模棱两可，讲了就是念佛，就是念佛，一点都没有模棱两可。有些人说啊，念释迦牟尼佛也可以啊，念什么药师佛也可以啊，你反正你念什么都可以啊，啊，就是什么都可以的意思，模棱两可。当然不是说念。 其他的佛不好，而是要讲念佛，它是有怎么特殊的好，要非常清楚的讲出它特殊的好。雨无魔灵。这时候我们的居心可以指鬼神啊，我们我们的心态是可以啊让鬼神来来看的，是不灭天不昧天理的。 这时候你临终的时候绝对不可能像皇后觉这种现象了。啊。如果是像自成恳切，常常跟人讲说因果佛法、念佛、求生极乐世界，那这样子临终的时候不可能像皇后觉这样。啊，所以皇后觉呢，他就是大家的接引之导师。 让他的视线，让我们更反省自己，是不是真的念佛念到心地去了？好好，底下，诸人既因彼而将来可得聚矣，彼亦将仗诸人之心力而灭罪往生也。好，那么大家呢，会因为皇后觉的关系，因彼啊，彼皇后觉的关系。 而可在将来得到更大利益，因为这个视线，这个错误的视线，会让我们更反省自己，不要这样。那么对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更认真去念，来帮他念《皇后诀》呢，也会将仗所有诸人之心力而灭罪，罪会灭掉，而往生，好。 光此与非手属两负者，乃决定不欺之定论也。啊，印光大师就说啊，说我现在光啊，印光大师，我说我现在所讲的这句话，并不是要附合两边的，而是真的决定之论，是个定解，是个决定之论。 所以我们这个平常行善，好行善，这个他这个有点像，有点像那个，哎，前阵子有部影片是讲那个造神啊，那个叫什么？于静义工对，于静义工啊，于静义工这个他这个故事有点像这个故事，好，上个礼拜。 有一位跟我非常有缘的一个居士往生，啊，他叫黄碧孝黄居士，好往生，他跟我有缘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从我出家开始认识开始，就载我，好载十年开车载我，我那时候都不会开车，我是后来他后来他年纪越来越大了，大到不适合帮我开车了，然后也身体也不好了。 才没有再帮我开了啊！那那时候呢，因为我心里都是觉得说啊，出家人不要有车，好，那那个我就很不好意思开车，也不想学开车。后来都是给居士载，后来在他就这样子在。在十年哦，这是不容易的事情。 我去哪里去帮人家皈依？去医院里面哈，帮人家皈依哈，然后去儿童夏令营做儿童夏令营，啊，所有办活动啊，闭关啊，然后甚至我们那时候去盖一个闭关房哦，我那时候花了很大的心力、人力，他们都是主要的。啊，观众帮我送饭菜的也是他们，都是他们帮我送。 这样，这样开车这样在十年。后来他啊，上个礼拜往生。往生的时候，他是怎么往生？他在开车的时候，经常都是平常在帮我开车的时候，他都在干嘛呢？都在持咒，持大悲咒。他跟我讲，他发愿大悲咒要要一百万遍以上，哈哈，大悲咒。 那往生咒更不用说了，往生咒那也是几百万遍算的了。然后心经呢，好都是几万遍算的。他那个往他的阿弥陀经有一阵子，阿弥陀经哈很长一阵子，每天诵三十遍阿弥陀经，三十遍哦，是他亲口跟我说的，三十遍啊，我也相信。为什么？他真的，因为他就平常退休了，他没事就在家里，他就是这样一直念，一直念，一直念阿弥陀经。 有一天呢，他来到我万里，那时候我住在万里，啊，来看我。他坐在我旁边，哦，我那时候又在拜法王经，那个心也很静。啊，他一坐下，我就感受到，哦，还真的还有一个加持力。<laughs> 你看这个人还是，你看持咒哈，还是有修的，好，那个感觉那个磁场很好。那他往生前，他有。 他是生病，啊生病。那虽然病来病去，病的关系让他身心也有一点，啊，也有一点很多情绪，啊，啊，因为病人哈，一病的时候那个脾气什么都有，还是有一些情绪。可是往生的那一刻很特别，他那天晚上就跟他的儿子，大儿子，他大儿子跟我很熟，啊。 他就跟他就是这个大儿子就就问他的爸爸说啊爸嗯、呃、你要不要休息了？他说我要吃咒，好，他就一直吃咒。他的习惯都是嘴里就是不是大悲咒就是往生咒，要不然就是心经啊，就是这三件事，这三个他就是吃咒，而且那天晚上吃的特别大声。 那那个那个他的大儿子就就顺着爸爸哈，那就让他吃粥，然后他就先睡觉了。隔天起床六点去看他的时候，已经往生了，呵呵就往生了。啊哦，往往生那个相貌啊、哦、很好。我去助念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啊，我那个助念的时候感受到那种哦、呃，也是那个助念是很顺，啊。 助念感觉很顺，那可见他业障是很轻的。如果业障很重哦，那助念会很不顺。好，啊，他这个助念很顺。然后呢，助念的时候，他那个脸色哦，也看得非常，他脸色有那种光彩，有那种那种，啊，感觉起来好像还在世一样，那种光彩，啊，不像那种那种不好的脸色，他那个脸色很好，好。 所以在世的时候，那个、用功哦非常重要，真的非常重要。你即使临终前哈、哦，你看他临终前病还不小时间哦，病了大概五六年有，好，那都是糖尿病，然后然后后来很多并发症都出来了。最后呢，他的儿子讲说，如果父亲再这样下去，就要洗肾了，就要洗肾了。了病到这样，就要洗肾了。 那大家要替他担心，就这时候往生了，所以他连给小孩照顾都不用，哈 <laughs>，他他都什么都还是自己来，自己吃饭大小便都自己来，啊，什么都爱自己来，来不用小孩子什么照顾，就这样往生了，这就是善终了，啊，这就是善终，好，所以一个人呢，他的，好。 他的用功跟平常的做啊那种行善，最后是功不唐捐的，好啊，他是发自内心，他不是假的、哦，看得出来。你看一个人一天能够三十三十遍《阿弥陀经》，这是假不了的了，这怎么样也不可能去假他也是真的认真，很用心。你怎么可能去啊去去假出来？不可能。 有时候我去看他，他都在他的书桌上都在那里抄经，然后写一些他的心得报告，学佛心得报告。好，啊，他经常写一些报告给我没批，让我来评论。啊 <laughs>，我每次都还仔细的看，好像老师在批作业一样。啊，那仔细的看他的报告，好，然后鼓励他。 这边呢是跟大家啊，顺就是来谈一下，他用功很重要啊，真的是用功很重要。啊，后来朱念哦，我也是跟他这次啊而且很奇怪，我这么忙，他正好刚刚好在我最空的那一天往生。<laughs> 那一天呢，正好是礼拜五往生啊，我礼拜四才正好从台南赶回来。 我也不知道往生啊，他是礼拜五早上我在拜佛，哎，他就往生了。他礼拜六要初一，礼拜天又又又要那个啊啊大陪餐哈然后礼拜又要讲课，所以这几天都不可能，就正好在我礼拜五那时候最有空啊，所以缘分就是缘分，而且很奇怪啊、哦。 已经好段时间没看他的，上个月我突然想去看他，我就直接就拐到他家里去看他一下，因为他开车开十年，这个、感情很深的、啊，那感情真的是很深啊。去看他一下，啊，他也很欢喜，他很高兴啊，握着我的手啊，我在我在跟他讲，你要念佛啊，加油啊，好，然后勉励几句，啊，结果就这样子就正好就,就走了。 我心里是啊，替他感到欢喜啊，欢喜。一个有用功的人啊，真的是不一样。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边。